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83页，383页，第三行，调御丈夫。静隐疏云，能善调伏众生，明调御丈夫。何赞说，自己丈夫，佛调丈夫，故佛号为调御丈夫。教程啊，不是三藏法术里头说七种丈夫，前面六种我们学过了，第七种叫大宗业啊，这个名词不常听说啊。下面解释，大宗业者为齐家了贵甚，宗之异业，这个异业呢，就是累世世世代代，可见得这是个大家啊，尊贵繁盛，流芳永久。最后这一句重要，能修繁行啊，故名丈夫。这七种啊，最后都是能修繁行啊，以这个为终极的标准啊，就是第一个标准，必须要能够修梵行啊，依照佛法了去修行。这个家世贵甚啊，贵是在社会上有地位。古时候大夫以上，大夫这个级别相当于现在正部级以上的啊，总理副总理啊，部长啊，这些是大夫啊，这是贵族，这个贵族非常兴旺，世世代代出人才啊，所以家族啊也兴旺，人口众多啊，因为世世代代都出人才啊，都能够继承祖宗的事业啊，父亲做了宰相，儿子也做到宰相啊，乃至于孙子啊，流芳永久啊啊，这是说他世家，他们能修梵行啊，都是佛门弟子，依教奉行之人，称之为大夫。这是三藏法术里说的。我们再看看念老这个地方啊，也有个标准。
啊，这何赞里头说的，若居四法，则名丈夫。啊，居士居住，你能够做到这四桩事，佛门称为丈夫。啊，何等为事呢？第一个，敬善知识。啊，能够亲近善知识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啊，就是亲近的，真正有修、有学、有证的老师。那么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正果的老师不容易了。啊，也许有。纵然有啊，他们都是隐居在深山，他不出来，也没有人认识他。啊，真正有修有证。啊，为什么不出来？机缘没成熟。啊，那么这些修行人，在今天社会，要讲学位，要讲学历、经历，这些人没有。啊，像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，慧能大师，连字都不认识，没有念过书，真正有修有证的大德。啊，那么今天社会首先要你文凭。啊，他不管你修不修，看你有没有文凭。啊，那么现在的学校，我们能够看得出，小学、中学生很用功读书。为什么呀？考大学。考上大学之后呢，就不用功了，天天就玩了。为什么呢？不需要再考了，他就不要读书了。啊，在学校里就等着拿文凭。啊，文凭拿到手了，他到社会就有地位了，有学历了，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。啊，凭文凭，啊，没有道德，没有伦理，也没有真正的修持。啊，文凭为准。啊，智慧德行再高没用处，你要不用。啊，这现代的社会，那么真正有德行、有智慧的人藏起来了，不出来了。啊，现在学校培训的知识分子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有智慧一定有德行，有知识未必有德行。啊，智慧跟德行是连带的。啊，知识不然啊，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知识爆炸，智慧没有了，伦理德行没有了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有几个人真正发心修反省、
求智慧。啊，真正发这种心苦修的人，我们都可以说这是再来人。啊，这是真正觉悟的人，不是凡人。啊，那么这种人在这个时代可能生活非常清苦，这是必然的现象。啊，他们身外一无所有，你接触他，你会感到那个磁场非常好，啊，你要是用真诚恭敬心接触他，观察他的心智，听他的言教，真的是如饮甘露。中国古人有所谓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啊，真有这种感触。啊，凡夫没有关系，凡夫本来是佛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讲。我们相信不怀疑。啊，凡夫只要立志肯真干，就能做佛。啊，做佛不是一件难事情。放下烦恼习气，忏除业障就得到了。啊，所以成佛成菩萨这段事情人人可以做到。啊，成圣成贤也如是。做大官发大财不是人人能做到的。那是什么？那是过去生中所修的。他修我没修。他可以得到我得不到。啊，这个道理要知道。啊，所以争取圣贤行啊，啊，这个不在乎过去修不修啊，啊，这一世生当中勇猛精进就能赶上去，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赶上了，啊，连慧能都赶得上，啊，我们想想呢。不会输个慧能，但是比不上慧能的，慧能孝顺父母，那个孝心孝行我们赶不上。啊，慧能大师一生老实，没有说过一句妄语，没有欺骗一个众生，也不敢得罪一个人，这个我们不如他。啊，但是我们要向他学习，我们可以学得到。所以圣贤佛菩萨是可以学得到的。啊，这清净善知识要能够认识人，第二呢，能听法，就是听善知识的教诲。啊，能听这个能字，关键就在这个字。
啊，多少人在佛菩萨面前听一辈子不开悟，最后还搞到三恶道去了，多半去畜生道。那什么呢？没听懂啊。要怎样才能听懂？印光大师教了我们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这我们就晓得了，什么叫做能呢？具足真诚恭敬，他就能听。啊，没有真诚恭敬心呢，听10年、20年、30年没听懂。啊，每一天来听呢，叫白听了。如果他的记忆力很好，他记了很多佛学常识。啊，学了很多佛学的知识，没有智慧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戒定慧三学，他完全没有。啊，这样的人学一辈子佛，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个要知道。啊，没有真诚不能修复，没有恭敬不能修复，没有真诚恭敬，学儒学道都得不到。啊，所以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都讲究沉静，啊，我们在分享前面说过几次，啊，用慧能大师跟神秀啊来做比喻，神秀跟五祖。总有二三十年了，六祖跟五祖8个月，8个月只见了2次面，啊，神秀大师跟五祖是天天见面，啊，五祖的客人多，参访的人多，不能完全接待呀。神秀大师接待，代表五祖。是五祖得力的帮手啊！为什么衣钵没传给他？一般人不服啊！啊，神秀不错，跟五祖那么多年没有白跟，啊，他自己没有嫉妒障碍，认为祖师把衣钵传给他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跟他比，不如他。神秀有自知之明，没白学。啊，我的说法呢？神秀对五祖
对圣教、对佛菩萨有100%的恭敬心。啊，他有那么大的成就。二是慧能大师，那个恭敬心不是100%，他是万分恭敬心，所以他得到的是圆满的。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，没传给神秀。100%的恭敬比不上10000分。礼记里面确理第一句话是无不敬，这一句话跟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愿意思完全相同啊。普贤菩萨第一愿是礼敬祝福，啊，儒家学说第一句无不敬，没有一样是不恭敬的。啊，普贤菩萨的礼敬祝福，那祝福是谁呢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，那不就是无不敬吗？对一切人要恭敬，对一切无要恭敬，无里头有动物，动物里头有蚊虫蚂蚁，对他有没有像对佛菩萨那么恭敬？啊，花草树木是众生，山河大地是众生，我们有没有这一片恭敬心？啊，真诚恭敬心。啊，真有，这才叫修普贤心。啊，普贤行第一个愿，后面的愿厚厚深于浅浅，没有第一条就没有第二条，没有第二就没有第三，所以第一是根本，根本就是礼敬。我们缺乏了礼敬，表现出来是功高过慢，这就完了。啊，读《论语》的人知道，不读这些古书人不知道，谁知道啊？他没有感觉，啊，他的心智已经麻木不仁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。”孔子心目当中最圆满的圣人就是周公。德行、智慧、啊，事业确实没有人能比得上周公。啊，他说假如有个人像周公之才之美，可是他有两个毛病，时骄且吝，这其余这不足观矣。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傲慢。
吝啬啊，只要有这个小毛病啊，它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所以孔子不会去接触这种人。孔子认识人呢，知道什么是真善知识啊。周公是真善知识，尧舜禹汤，文武周公，这是孔子常常在口边上提的，常常讲的，他心目当中的偶像。啊，他念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可见得他的心、他的志、他的言行会跟这些人一样啊！啊，亲近善人呢，自然就学好了。啊，这些人虽然不在世了，距离孔子不远。啊，尤其是周朝，周朝开国到孔子，周朝800年，啊，那么周公早孔子大概300-400年了。这偶像，所以人学习要有个榜样，榜样就是今天人讲的偶像。你学谁，学谁就像谁。啊，老师不敢说，我可以做你榜样，不敢讲。啊，老师的谦虚客气，我们心里明白。啊，所以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十年，他教我学印光法师，以印光法师为我们自己的偶像，向他学习。他不在世，他的文超在世。啊，老师把印光大师文超正序两篇送给我，叫我学习。啊，60年前能找得到的红花社出版的就是正序两篇。啊，大师往生之后，后来的这些著作后人整理编出第三篇。啊，三篇之外有摘取文超的精华，叫《精华录》啊，《家言录》，这都是揭露分类的啊，所以现在有全集流通了啊。李老师说的这个话真的一点都不假。我们跟古人学，以古人为老师。啊，我一生劝人，学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是我们的老师。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
我们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，但是要具足诚敬，这印祖的话是绝对正确。一分诚敬，你得一分利；十分诚敬，你得十分利。你得多少，与别人不相干，与老师、与经本都不相关，与你的诚敬心有关系。啊，我这一生当中，为我奠定学佛根基的张家老师，我跟他的时间3年，时间不算长，3年他老人家圆寂了，啊，但是这个3年的根扎得好，不许有丝毫心浮气躁。啊，有一点点心浮气躁不稳重，他不跟你说话。啊，他陪我坐在一起，可以坐2-3个小时，一句话不说。真正完全定下来了，他才跟你讲话。那我们第一天见面，那个是我26岁，比起一般年轻人呢，稳重多了。但是在他面前还不够啊，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看我半个钟头才答复。啊，我真的比一般年轻人稳重多，因为我读书，娱乐场所我都不去。啊，在那个年轻时候8年当中，我在工作，我常去的地方一个是书店，一个是图书馆，这我常去的地方。啊，其他地方看不到我。啊，所以在老师面前觉得还不够。啊，心浮气躁，什么都学不到。这样的学生到哪去找？找不到啊！啊，有人说我每天讲经讲得很高兴，通常摄影棚没有人的，我一个人。面对着电视机，有说有笑，啊，好像听众很多一样。啊，有不少人奇怪问过我，啊，我说你们看不到啊，我看到啊，许许多人都在这听啊，啊，在哪里听？在电视机面前听啊，我这个电视机打开是看到我自己，我自己带电视机里头，我自己代表听众，我就是对他讲的啊，我笑他也笑啊，电视机网络。听众很多啊，有人要看同步的，我们24小时不中断，这个电视网络都不中断，在播放。
啊，那么有人听转录的，效果完全一样。关键呢，就在沉浸，就这两个字，做人要真诚，处事要真诚，待人接物要真诚，你才能成功啊。你有私心，有功高我慢，有嫉妒，不但不能成功，而且造业。啊，佛门的业很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门是关系众生，发身慧命。你把它做好了，无量功德。你障碍它了，破坏它了，果报不堪设想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要细读深入太上感应篇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们这一生没有福报，可以修大福报。啊，这个福报不在今生，来生后世啊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在世对他学生讲，啊，没有直接对我讲，他的学生告诉我，他说黄老师，净空法师，这一生修的福报，他来生呢果报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样的称赞。我相信，但是我要不要福报呢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不究竟啊，做皇上好不好啊？不好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历代的这些皇帝王啊，为了权力杀害多少人，我们在这位置上一下迷惑了，也干这个糊涂事啊，几十年皇帝做完之后到哪里去了？到地狱去了，连唐太宗都堕了地狱啊！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，这事情不能干。不但人王不能干，天王都不能干。啊，到哪里去最好呢？到极乐世界去最好。去做佛去，我们学佛，我要成佛，我才不干这个事情呢。啊，这个念老的话了，完整的一句话。这净空法师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，来生的福报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样说法的。啊，我们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。世出世间这些东西已经不能诱惑我了，我全放下了。啊，我这一生的事业，当教员不当校长啊，当教员就上课，每一天讲经教学，不干校长，校长要管行政业务啊，要来筹划学生的教育，这很操心的啊，要怎么排课程，怎么样去请老师啊，当然他
他的功德很大。啊，教育的成败，他负责任，教员不负责任。所以教育的成功，得到赏赐，是主持的人，要护法。啊，不是教育。啊，佛法能不能常住在世间，要靠主持的人。啊，这些老师教的再好，他没有负这个责任，他没有权支配。啊，有权支配的是校长，啊，是教务长，管教务。啊，那么配合的有训导，有总务。啊，佛门的知识也是这样分配的。中国在唐朝兴起丛林制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私人私塾教学，孔子是私塾教学。没有正规的学校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。唐朝六祖之后，第八代，慧能第六代，再后两代，马祖、百丈，这两位禅师发起建丛林，就是把佛教的教育正规化，啊，正式建学校，排课程来学习。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。啊，马祖是校长。百丈是教务长，就大学正规学校。啊，这个是佛教在中国的一次革命，把佛教正式提归到啊正这个具有规模的教学，啊，有计划的这样的教学。啊，这印度没有的。方东梅先生对于这桩事情很重视。我出家之后，他就告诉我，中国佛教如果能够复兴，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。如果不恢复丛林制度，佛教兴不起来。啊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佛教大学。啊，中国古时候有十个宗派，小乘两个，大乘八个，十个宗派，十个宗派都要把它兴旺起来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佛教大学。啊，学习一定先从小乘学习，小乘是根，没有小乘的基础，大乘完全是学术知识，啊，决定不可能修行正果，这个做不到。啊，所以小乘呢一定要把它恢复起来。啊，我们中国人翻的小乘经相当完备，跟南传的巴利文的三藏相比，啊，这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大概比我们多50几部的样子，3000多部，只差50多部，不
不算什么相差。所以我们的这个中文译本呢，是非常完全完整的，啊，很难得的，啊，那么这是个大事。我们现在真正叫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啊，87岁，眼看就是90岁。再眼看就是100岁要走了，不能在这个世间再住了啊！所以这个是后人的事业，我们现在多讲啊，多说说，让大家有这个概念，心上常常存着这个念头啊，一定要建立佛教大学，一定要把10个宗派都兴起来啊，不能只有大乘8个宗，没有小乘决定没有大乘啊，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做佛啊，儒释道的3个根比什么都重要，那是根本的根本啊！小乘佛教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大乘又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啊！所以认识善知识，能听法太重要了。今天讲经的有啊，能听法的人找不到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孝养父母的人，尊师重道的人没有了。现在学生心目当中，学校是什么？是学店，商业化嘛？啊，老师是什么？贩卖知识的。学校校长是老板，老师是伙计，那个尊重的心没有了啊！学现在一点科学技术行，学圣贤之道入不进去，听不懂，麻烦在这里。所以真正发心要搞传统文化，把传统文化搞起来，要修最高度的忍辱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社会瞧不起你，学生瞧不起你，还要热心去教，这个忍辱功夫一流，没有这种忍辱跟功夫不教了，何必受这些冤枉气？我好心对你，你怀疑他对我，我还搞什么？都退了心了啊！一退就完了啊！所以这是菩萨事业，是佛的事业，来干这个能忍，这就是佛菩萨。无论怎样羞辱啊，怎么样张爱陷害，我有一点夹缝，我还是要钻在里头干。那这是为什么？拯救传统文化，拯救正法，为这个牺牲自己啊！希望传统文化大乘佛法能延续，
不顾自己的生命，才能干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在今天社会人是什么？傻事。我学佛，没有一个人赞叹，都说我迷了，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？啊，出家了。啊，老师不原谅你，那在家的老师、同学不原谅你，长官不原谅你，同事不原谅你，每一个人见到时，你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？啊，可是30年之后。这人都退休了，啊，退休年龄都到了，再碰到我的时候，哎，你的路走对了，你现在想我走着我走来不及了，啊，30年前你跟我走可以，现在你不行了，就不知道。不了解啊，这不能怪他了。我们要不是碰到方东伟先生，也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世出世间第一好的东西啊，这个行业是第一好的行业。那我们是懂得才走到这个行业啊，搞清楚了才走上。很多人迷惑颠倒，误打误撞，他也出家了，他也搞这个行业了啊。那问题就是呢，他要不知道善知识，他要不会学，这一生呢就可惜了。啊，一生可惜了，带来很大的麻烦。这个麻烦是果报。啊，古大德所说的，世诸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。这个话真的。绝对不是吓唬人的。走进这个佛门，不好好的修修，你就是败坏佛门。让社会大众看到的时候，轻视你，诽谤你，诽谤你时候，你代表佛，诽谤佛菩萨，诽谤整个佛教。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。古人说的这些话，绝不是骂人，啊，绝不是指责你，而是提醒你。啊，你今天有做人上人的条件，你为什么不敢？你为什么要败坏佛门？啊，要让社会大众看到你这个形象，就骂佛教，啊，批评佛教。一个人责骂，一个人批评，罪过都不得了，何况许许多多人在批评。这个严重啊，我们这一生遭受的批评，遭受的回报，遭受许许多多人的指责，这是什么？代替我们佛门出家在家所犯过失，我们来承担。
我要不肯承担，我早就隐居了。啊，找一个风景好的深山里头，在山上挖个洞，自己多自在呀！这个是还原观四德里头啊，带众生苦，带哪些众生？带所有一切不如法修行的出家在家的这些同学。带他们来受这个果实，带众生苦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的人肯干，没有搞清楚、搞明白的人，他决定不肯干这事情。我们希望觉悟的人越多越好，力量越大。希望佛法能复兴，希望正法救助世界。第三个是唯一，法能听懂，佛的意思就明白了。听经学教最重要的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这开经偈上的一句话，如来的真实义是心得，他所说的是自心流出来的，真心流出来的，世间人的意思，阿赖耶流出来的，阿赖耶是妄心，妄心流出来的未必真实，就是有真有假。从真性里面流出来的纯真无妄。随着佛的经典，字字句句都有无尽的妙意。这个妙意我们去体会，我们去受用，去欣赏，永远不尽的。无量寿经一切经也如是，每念一遍听一遍，意思不相同啊。遍遍都是新意思。所以学佛的人会法喜充满。道理就在此地。最后这一句是非常重要的。如说修行。你所听的，你所理解的这个四维义，你听了之后你能够理解，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，这叫修行。修正我们身与意的过失。身是动作，口是言语，意是念头，念头错了，言语错了，动作错了，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叫修行。这个学问叫实学，真真实在的学问，不是假的。
学了之后能做到。啊，学佛他像个佛菩萨的样子。啊，自然能感化众生。啊，但是现在众生迷得很深。迷得很久，天天在加深迷惑，所以虽然天天听，天天思维，还是做不到。啊，做不到。张家大师的标准，就是说你没听懂。啊，听是天天在听。不解如来真实意啊，所以对你的三业、身口意三业没有升起正面的影响啊，你现在所接受的依旧是负面的影响，负面是这社会啊，环境的影响，人事的影响，你受这些影响，受这些影响，遭六道轮回业啊，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，还在六道轮回里面去生活。这就苦了，什么原因我没听懂，你没有真诚心，没有恭敬心，也就是说对于佛法，对于佛菩萨，对于老师没有看得起啊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为什么呢？在家里看不起父母，啊，从小长大没有受过伦理道德教育，不知道孝悌忠信什么意思，这真的，如果真的知道的时候，你就逐渐逐渐接近圣贤啊，不知道永远是远离圣贤，学佛远离佛菩萨啊！现在的佛法也变成商业化了学校变成商业化，寺院庵堂也是商业化。这个问题严重了啊！我还听得有同学告诉我，在大陆有许多人听我讲解。听十几年的，没有跟我没见过面，很想见一面，有人介绍，但介绍要介绍费，啊，收取还相当可观，啊，20-30万块钱人民币，他引他到香港来跟我见一面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啊，甚至说这个钱是供养法师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啊，说跟法师见一面好难呐、啊，啊，没有那么多钱见不到啊，你成什么话了？
啊，所以希望同学告诉同学们，千万别上当。啊，你们要想跟我见面，写一封信到这个，到我们协会，协会会回答你。啊，你什么时候来，约好时间，随时可以来，一文钱不要。啊，哪有这种事情？啊，这种人是心地真诚的，是很可敬的，很可赞叹的，但是被人骗了，上大当了。啊，外面真正有知识的人说听到这个，人家不信佛了。这佛教原来搞这个，搞明文利养，啊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所以今天社会弊端不知道是多少，说不尽了。佛门也不例外。你看看，学佛的弟子用这个来招摇撞骗。啊，还有自己建庙，那个庙什么做生意的，开庙店的，哎、啊，也打着我的招牌。啊，说我将来要来做主持。大家来捐钱、啊、真有人捐呢、啊、捐的数字还很非常可观呢、啊、全都被人骗了啊！希望同学们要注意，我一生不见庙啊，他们要盖庙，他自己住，住的。大陆上我不能回去。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外国人的身份，不能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。我的活动就是讲经，换句话说，不许讲经，不许讲经，我就不能住。我每天要讲经，啊，他要说这个庙建的是供养我，请我回去讲经的，你们问他，政府的批文拿出来看看，不是地方政府、省政府都不行，要中央政府的批文。啊，拿给我看，我会去讲解。话也听清楚，我去讲解，不讲解我就离开了。啊，我在香港，香港政府给我永久居留。给我护照，我这晚年就在香港定居，哪里都不去，除非是请我去讲经，讲经还是讲这部经，啊，接着底下的大家没有改变，请我讲其他的经，我不去，我不讲。我就这一步去啊，所以下个月马来西亚找我，我答应他去讲一个月啊，接着讲啊，给他们这个国家祈福啊，也为东南亚一带所有这些国家祈福。啊，我们心量要拓开啊，别为自己。啊，东南亚我的法缘很好。
啊，现在那边的华侨非常认真努力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这是很好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我去看看大家，鼓励鼓励他们。啊，儒说修行才是真正听懂了，真正了解佛的意思了。啊，我们跟佛学习。啊，要儒说修行。啊，这叫丈夫。又会俗曰：“为具大丈夫利用，而说种种诸法，调伏治愈一切众生，令利苟然得大涅槃。”那么会俗这个说法是称如来才是大丈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烦恼断尽，业障消远，也消尽了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道德，他有神通，他能现种种身，他能说种种法，所以能够调伏治愈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讲设法界。啊，他没有不能教的，帮助这些众生永离苟然。这苟然就是今天讲的染污。啊，身体的染污，环境的染污，心理的染污。啊，通通都离开了，就证得大涅槃了。大涅槃就是回归自性，就是回归真心。啊，妄心是染污的，真心没有染污。啊，恢复真心，这个人就叫成佛了。啊，就叫证得大般涅槃了。后文，女人等夜应花度，何以独标丈夫？哎，这个也问得很好。啊，调御丈夫，为什么不说女人？啊，真有这个疑问呢。制度论大约，大制度论，龙树菩萨造的，啊，这是解释大般若经的，就是大般若经的注解，叫大制度论。啊，注解用论这个字，这个分量很重，地位很高，就是说这个注解完全正确，没有一字一句是错误的，等于佛说的一模一样，才可以用论。啊，这是早年大菩萨注解都称为论，后人在中国都不说论了，谦虚了，啊，用苏，用注，用这些词了，啊，其实性质完全相同，啊，但是在中国古代，最高的这个值得人信赖的，中国人不叫论，叫传。啊，
五经里面我们读左传，左是足球名，传是什么呢？春秋的注解，春秋孔子做的，他做解释，那个解释绝对正确，没有错误啊，所以他不叫注解，叫传，就是跟经同等价值流传后世啊，后人也不敢用这个字啊，都谦虚啊，用书，用注啊，用演绎，用这些话啊，其实全都是注解。佛法成为论啊，大智度论说，大曰：若说丈夫二根、五根见女净舍，故说丈夫。所以佛经上讲的丈夫，大丈夫，不是指男子的，女人也称，一样称丈夫。啊，通通都包括在其中，啊，都称之为大丈夫。啊，成佛，把烦恼习气断尽了，都称为大丈夫。啊，男女不平等的概念对学佛是很严重的障碍。他不平等呢，啊，所以往生好啊，任何一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乃至于蚊虫蚂蚁出生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男生，极乐世界没女人。不但都是男生，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大家平等了，没有值得骄傲的了，都一样嘛，啊，你有我也有啊，佛有众生也有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。先从哪里平等？身平等啊，大家都没话说了，所以傲慢嫉妒啊，到极乐世界全自然消掉了啊，没有了啊。这个是阿弥陀佛智慧选择的第一条啊，四十八愿的啊，第一愿是没有三恶道啊，往生的平等的发生报身啊，平等的发报。下面念老给我做总结，盖为名为丈夫，这可盖是盖盖括包括了啊，是是同舍了，妇女无根及二根等人啊，全部都在其中。下面第九尊第九个佛号，天人师，静音俗语，能以正法
敬训天人，敏天人师。这是隋朝慧远法师的注解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一书里头说的，能以正法敬训天人，这个对象呢是天道人道啊，天道人道烦恼重，智慧少啊，佛教天人是以前进的道理来讲啊，太深的佛不说啊，对天人讲什么法呢？小法，比小乘还要浅。小乘是初始法，天人没有想出离六道轮回，没发这个心，没有这个念头啊，小乘还希望能脱离六道轮回啊。那么佛对天人讲什么？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讲这三种法。这三种法天人都喜欢听啊，人喜欢听，天也喜欢听啊，教导他们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，你的福报这一生享尽了，来生还继续享，人间享尽了，到天上去享福。佛教这些大家懂啊。慧疏曰：所有天上人间，魔王外道。这个魔王是第六天的天王，欲界最高的天，叫他化自在天。啊，魔王名号叫波旬。啊，波旬是第六天王。为什么称他魔呢？因为第六天王他不喜欢人学佛啊。为什么呢？学了佛之后啊，他会离开六道轮回，他的人口减少了，这他很不高兴，他希望他的人口多啊，不要减少啊！学佛都等于是跑到外国去了啊，所以他想种种方法来障碍。释迦牟尼佛成佛，他来扰乱，威胁利诱啊，先用利诱。啊，利诱里头用财用色用这种方法来诱惑佛，不理会，然后就很多妖魔鬼怪要来杀他啊，佛也没有害怕，佛入定，把这一些魔王的这些军队带的武器通通都变成莲花啊，这些魔王外道一看到这个现象赶快跑掉了啊，武器都变成莲花啊，所以有降魔
这一个项目啊，通过这个项目才成佛了。现在我们不说别的啊，我说同学们要记住，太重要了。国内有些地方建了道场，道场那个建的不错，我看到照片没去过，说要供养我，我不能回国。他要我介绍学生，我认识的人不多，国内的不认识。啊，跟到我旁边的一定要有中国身份，没有中国身份，在中国不能从事宗教活动。啊，中国身份的有几个人，他们去了，接受道场了。大概不过两三年吧，叫全军覆没，找了很多麻烦啊，差一点政府把我说成邪道了，做的完全不如法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当主持，名闻利养都来了，财色名食睡都先前了，抵不过。所以以后你们的道场盖成天宫的宫殿送给我，我也不接受了，我也不会找人去接受了，免得惹麻烦啊。为什么呢？人经不起考验，名利一现前马上就变心了。啊，自己要强。啊，宣扬自己。啊，净空法师讲东西不要听，听我的。要听他的。他不知道啊。他迷惑啊。他要讲我的，人家骂我；他不听我讲他的，别人就骂他。那我年岁大了，还能稳得住啊？他稳不住啊！被人一攻击一骂，他马上就走啊！他不走，他就得坐牢，就判刑了。啊，跟在我面前。时间也不长啊，在外面宣扬啊，跟我很久啊，我替他做多少多少事情，让别人对他信赖啊，发心对他供养，好几个人全出事情啊。我是好心呢，让他好好去历练啊，好好的去学习啊，慢慢培养他能成个人才啊。贪心太重了，好胜心太重了，喜欢赶快出名啊。啊，想尽方法推销自己啊，就好像竞选一样啊，别人都不好，就是我一个人好。别人都不行啊，就是我行啊。自己毁掉了自己，毁掉一辈子。你有这个前科在这个地方，你去闭十年关，闭二十年关出来，人家相信你吗？一样不信，也不相信你。你有前科。啊，不知道尊重尊长，不知道尊重传统文化，我们一辈子不敢讲自己东西，全是古人的。
黄念祖老居士说大德了啊，人家真正亲近善知识啊，他是夏莲居的学生呢，没关系的外孙，没关系是他的舅父，舅父啊，大通家了，大善知识。那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他的佛法是跟没关系学的，就是黄念老的舅父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些都有师承的关系。啊，念老住这个，字字句句都有根据。啊，真杰说的，涅盘经讲的，慧疏讲的，啊，诚实论讲的，大智度论讲的，他通通列出来，不是他自己的。啊，你这个年轻刚刚出来，什么都是自己的。拿着古人东西也说是自己的，不说是古人的，是吧？这偷盗行为啊，这盗法了啊！结果什么？自己害了自己啊！啊，不回头就完了。我跟李老师学经讲，老师当时就限制我，40岁以前决定不能出去讲经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就这个社会，财色名利太可怕了，这叫魔，4个魔。啊，如果你要是抵不住，你就被毁掉了。啊，我是31岁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。啊，40岁之前学讲经，在家里学，不能出去。啊，那个家里2个道场，一个台中莲社，一个慈光图书馆。啊，我住在慈光图书馆。啊，我的房间多大呢？台湾是2个榻榻。我住的一个房间就那么大，现在房间还在。啊，你们去看看就知道。跟苦行僧差不多，生活非常简单的。啊，道场生活，因为老师带头，啊，老师一天吃一餐。吃得很少，老师一个月的生活费用，台湾钱20块，和美金不到2块钱，美金1块钱大概换33、34块钱，啊，他一个月生活费用和美金1块多，不到2块。借俭，他不是口说的，做出来给你看的。啊，衣服，一套剑客穿的中山装，30多年。啊，有啊，很多同学送衣服给老师。啊，这边送来了，人走了，老师就送给别人。啊，他穿他旧的，旧的破了补，
啊，不，我们不知道。他往生之后，看他的内衣都他自己补的，袜子自己补的，我们才真正看到。啊，好东西都分给别人。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呢、啊，啊，大家对他才心服口服啊，啊，不是在标榜自己、炫耀自己，不是啊，啊，那样的人决定是失败，不会成功啊，就不老实嘛。啊，待人厚道，啊，老实待人，有差别。我看了都有疑惑，有些人对他很好，见面都是笑眯眯的点头，有些有打有骂，没有好脸色给你看。啊，我们怀疑大概2个月被老师看出来了，老师一天把我叫到他房间，他说你是不是有这疑问，我说是有，我说为什么，老师说那个真正学的打他骂他他都不会走，他还感恩还要学，这个人就要教他，那个一骂他脸就红了，别骂了，客客气气，不要结怨仇，我才明白啊，他不是真心学的，他是来凑热闹的，把他看作旁听生好了。那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经学班学讲经的这个班20几个学生啊，大概有那个3、4个，老师是常常打常常骂，啊，也有2个对他很客气，啊，老师给我解释我才明白了，啊，不是真正学的随他，不要结怨仇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那个挨打挨骂比较笨的学生，啊，打了他就会记得，哦，这个地方我挨过打的，这我被老师骂过的，他特别容易记住。啊，他这什么？这叫打记性。啊，他才记得住。所以他对学生不是一种方法，这善巧方便，我跟他十年他没有打过，啊，挨骂也不过是2次吧，不到3次，啊，但是教训人的时候一定在房间，房门关起来，没有第三个人看见。啊，这是仁爱面子啊！大庭广众当下教训，这个决定不可以。这怀恨在心呢，你跟人家去结仇。啊，所以劝善，关着门劝。啊，这老师慈悲呀！啊，我这一生不会骂人，也不会打人。老师那套本事我学不到。啊，我这个不会打人，不会骂人。从小父母教的，
啊，小时候又打架，打伤了两个，也是小朋友。啊，被我母亲很重的打了一次，以后再不敢打人，也不敢骂人了。啊，我记得是念小学，那是5年级的时候，啊，一次教训以后再不敢了。这记住了。我们继续往下面看，魔王外道设凡天龙，这个设凡就是佛弟子皈依三宝的啊，佛弟子梵天色界天，也叫四禅天。天龙，这是八部鬼神，是佛门的护法神，戒息归命。啊，这些魔王外道设凡天龙，归命是皈依，依教奉行，具足弟子。大家都做佛的学生，故号天人师。天人师这个称号怎么来的？中国传统文化里头，古圣先贤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，那就是好为人师，这是大毛病啊！处处以老师身份出现，这姿态很高啊！有没有能力做别人老师？先要想一想，我起心动念能不能跟大众做榜样，社会大众都起我这个念头，这社会怎么样，得先问问自己啊。第一个是德行啊，第二个慈悲，我对待一切人有没有做到平等的关怀、平等的爱护？如果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这个不可以为人师。不是心不平等。啊，不平等的心领导一个团体，这个团体不会成就。啊，成功的事业要有成功的领导人，这个领导人有智慧、有学问、有德行，宽宏大量。啊，他会把这个团体带好。
啊，真正有德行的人，上行，从上，贤能，有贤能的人，要帮助他，要提拔他。啊，看到他智慧、能力、爱心超过自己，我就得要让位。这是大德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很少，拼命去争。啊，争到后面会全盘崩溃。社会要人都懂得让贤，这个社会是进步的，是往上提升的。个个都争，霸着位子不给别人的时候，这个是往下降的，一代不如一代。眼前看不到，因果不饶人。啊，遇到贤人，我让，是我提拔他，我为一切众生着想，不是为我自己。他做得比我好，他做我享福啊，享他的福啊，自己也得好处啊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找不到适当的人，自己这个担子要担起来，这是不得已。啊，担起这个担子，古人决定他从接受这个任务这一天起，他就开始培养接班人。这是中国人的美德。啊，帝王是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帝王登基，登基就是今天讲就职。他就职第一桩事情是什么？立太子。培养下个班子，底下一个班子，所以他要是死了之后，顺理成章，一点都不乱，底下一个班子起来了。啊，选拔人才，真用心呐！聘请国家一流的老师来教导。啊，这些人纵然是个中上的根性，不是上上根人，也能教出来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有最好的老师来辅导他。啊，他的老师称三公。这三个是皇上的顾问。啊，现在的话，皇上的顾问地位多高啊，太师、太保、太傅三个老师啊，管教三桩事情。太保管教学生健康啊，生活起居保健，管这个身心健康。这太保管的，太傅管伦理道德啊，教你伦理道德因果，这太傅管的。太师是教给你怎样处理国家大事，这三个老师三公嘛。还有三个教练，说怕你学了不做，还得找人看着你，带着你去做。
啊，一定要做到，要落实。啊，刚才讲了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这三个叫少死、少保、少富。啊，这三个人是助教教练，要带着学生真干的，他们责任很大。这三个人的级别，用现在的话说是正部级。啊，那三公的级别是总理的级别。啊，六个老师。啊，当然还有一些辅导的，都是国家最优秀的老师。啊，最有德行，最有学问，最有智慧。教这些年轻人，下一个接班人。啊，太子是接皇上的班，啊，他的陪读跟他在一起学习的就是底下一代的，啊，总理啊，各部部长啊，都是那些人，所以他全部都训练好了，训练了几十年呢，他怎么会乱呢？中国这一套方法妙极了，只要接班这些人能够依教奉行，啊，遵循上一代的这些教诲，他们世世代代沉船，不会出乱子。啊，出乱子，末代帝王，他学的这套，老皇帝死了，他做王位了，啊，不遵守家法，啊，不遵守老师教诲，贪图富贵享受，国家就会亡。啊，不顾人民死活，他要财富，啊，要女色，要满足他的欲望，人民造反，就把这王朝推翻。如果他要遵照祖宗教诲，不可能出这个事情。这在中国历史上，你看到末代皇帝荒淫无道，不理朝政，啊，所以就引发革命，就被人推翻。啊，每一个朝代都是这样的。如果遵守祖宗教诲，他世世代代传下去，满清也如是。满清慈禧要不是胡作妄为，遵守祖宗的传统，今天还是大清帝国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一套培养国家领导人，啊，国家领导的班子，经验非常丰富，啊，这个经验要沉传下来，政权交替不会有任何问题发生，啊，而且永远是稳固的，啊，这得值得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。